这样架子就很稳了。好，我就这样子，这样才不会那么累嘛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看他们在九十度，我前面不能过，所以他会晃的，他镜头会晃。没有没有，你要两手架嘛，你有看到两手？因为船啊，对啊，在抖。没有，你看我的没有抖得很厉害，是因为你那个东西会晃。哦，这一根它对，它抖的时候开始晃，我把它拿下来。这个危险，你要抓好啊。对。上次有人在那个柬埔寨那个游那个大湖，有没有？大，有大。柬埔寨中间有一个大湖啊，它主要的水库啊。哎，我没有去那一个点，然后掉下去吗？不是，人整个掉下去。不是，相机掉下去，整个欲哭无泪。我最一开始以为你是跟那些大哥一起来的，后来我妈说你是一个人来的。我常一个人出来。还然呢。有时候会带一些人出来。我跟他们年纪差距也太大了。都可以当他们儿子啦。这一支手机还不错。他就是两个手机滑下来。现在都出到十啦，六已经不行啦。有没有更新啊？而且他官方都自己承认说，他更新就会缓慢了啊！真的，我没有更新，真的很悲惨啊！而且现在十只一只三万，是不是？对，三万三嘛，三万五。天哪！在 YouTube 上面啊，你可以调快一下，调慢，都随意，可以抓一个原始档。这样吹风的感觉还蛮不错。对，一个人出来散心很安静。散什么心？重点是散什么心啊？不要那么夸张啊！什么什么都要散心。就觉得累，我是很容易觉得累的。你钱太多了。没有没有这样。反正赚钱就是出来，也要拿出来玩嘛，也要拿出来花。真正的钱是你花掉的，那个才是你的。哎，现在不玩，你老了什么都难玩了，体力都不行了。而且现在东南亚也比较便宜，说不定人家以后开发的好，就没不是这个价钱了。我觉得韩国也要去。韩国吗？对，因为他现在超便宜的，他以后一定不是这个价，因为他们物价是我们三倍的。团费竟然跟东南亚一样，而且还比东南亚便宜。我还没去过韩国。我告诉你，韩国只有一个缺点，没什么好玩。不是，没什么好吃的。没什么好吃。有啦，烤肉类，可是就一直在吃烤肉，真的。
然后早餐就超级糟糕了。现在阴天，其实没有那么正，风景没有那么正。我一直在等它天好，应该晚一点太阳应该就会把雾给晒散了吧？对啊，反正还有三口。那我们中午在这边吃是不是？在墙上，就下面中间有一团的饭菜。哦。越过这个石头，我就要关掉。很稳啊，不觉得吗？嗯，这样比较稳。对啊。因为我长时间可以这样用力，职业关系。好，关好了。